你自己无党无派，你讲得很大声。可是上面这个即将来接任的老板，是有党有派，而且背弃自己的政党，为了当官背弃政党，注销党籍，要来担任中选会的主委。然后我们的副主委，你在这边跟毕业三一样，你们新东厂的老板要来了啦，叫李进勇啊。中选会是法定最低的道德标准啊，真的是最低的道德标准啊。我们这一些中选会的委员，你们你要去跟这样子的主委在一起，我唾弃了，真的是唾弃了。啊，你副主委，你想不想继续干？跟委员，如果这个新主委来，你要不要继续干？跟委员报告，我们中选会靠骗你个啦。我们是一个法定的，连个气魄都没有啦，独立行使，你根本不敢讲话啦。你有没有党籍？我无动无派。好，上好。所以你的主委是一个注销党籍的人来担任，啊，你要当他的细汉呢？你要吗？你愿意吗？你自己无党无派，你讲得很大声。可是上面这个即将来接任的老板，是有党有派，而且背弃自己的政党，为了当官背弃政党，注销党籍，要来担任中选会的主委。然后我们的副主委，你在这边跟毕业三一样，好啊，来当啊，我尊重啊。请委员在用字遣词上有尊重他人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尊重你们，我尊重这个中选会的中立，但是因为你们太不中立了，可以把中选会搞成这样，然后里面所有的委员没有人敢讲话。你们是社会当中期待的、寄予厚望的，能够让我们进行公平选举的裁判官，居然你们不说话，那你说我们能怎么办？